看我发现了啥，哇塞，一只活蹦乱跳的死河豚，这家伙也太可爱了吧。哇，它在充气儿，看，我死，哇哇，哎，太好玩了吧，这个家伙这也太可爱了吧。他吐了，他吐了，我的天哪，那你长得这么可爱的份上我就给你放生了吧。咋了？还以为是叫蛇呢，咋的了？啥呀？你看呢？哇，这天哪！那出溜出溜直爬，还跑！我的天，荡到这个小水坑，你看这个家伙，哎，长得还挺可爱的。还好你们遇到了我，咱们也算有缘。那我就给你们放生了吧，去吧。好了，到你了，去你的吧。倩儿哥，这个手机拍摄怎么老卡呀？对呀，手机用了两年多了，特卡。这不就刚买了个 iPhone 13吗？其实我这手机一点都不贵，我在转转上买的二手手机才花了3000多，比新机便宜了1000多呢。而且它有认证过的验机报告，还保修1年，强烈推荐你去转转，上面还有二手电脑、平板之类的，也特别划算。来点洋葱，来点番茄，来点小米辣，辣根来喽，来点海苔碎，来点酱油，来点柠檬汁，搅拌一下。第一口粉丝先吃，好了，到我了。